小姨子发烧休息，咱就是说这腿真不错呀。哎呀，瑶瑶来啦！哎，姐夫，我在楼下找了好久呢。是吧？快进屋歇一会儿吧。姐夫，这房子不错呀。是吧？以后你就住这儿了啊！我已经让助理交了三个月的房租，回头呢你把行李搬过来就行了。谢谢姐夫，你最好了。答应小姨子的房子终于租好了。姐夫，姐夫，以后我就住这个卧室了，我喜欢这个床，这个床又大又舒服。行的，反正你自己别一个人不敢住就行。没事的，我要是不敢住的话，不还有姐夫呢吗？以后你下班就可以过来呀。我可以下面给你吃啊。我谢谢你，没啥事我是不会过来的。没事的，姐夫，你坐一下这个床。你坐一下，你就会爱上他了。这个床特别舒服，是吗？那我坐一下试试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这个床确实挺舒服的。这个床弹簧应该很好，用起来应该不错。哎呀，姐夫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屋子可就咱俩孤男寡女的，你可别乱来啊！我操，你想多了。行了，没啥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姐夫，你先坐一会儿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啊，那好吧，你去吧。啊，怎么了？我不是你上厕所你不带纸啊？我操，你这太为难我了，你等着我，我找找去。刺激！瑶瑶瑶瑶，我把纸买回来了，给你放到这个门口了啊，然后你自己出来拿一下。那我他妈也进不去啊。哎呀，怎么了怎么了，我操啊，小姨子也一声，怎么办，我要不要进去看看？